阿卓，整齐一点呢。打王者就是有这种人，就算开局很好，队友站位很好，经济领先，但是只要他被杀一次，就算是一次，投了，不玩了，输了，发起投降，没法玩了，输了。What？ 我觉得这种人在现实中应该是这样的。完了，我打喷嚏，完了，我打不掉，我死定了，我要死了，我不行了。喂，老板，我刚刚打了个喷嚏，我对你的棺材怎么卖啊？能不能算便宜一点？打王者就是有这种人，在王者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会需要团战，请求集合，团大家来团。这个时候，不论那个人用的是法师、射手、刺客、坦克、战士、辅助，他一定不会过来团，他就会在外面自己一个人走啊，被一群人围殴。死了的时候，他就会，人呢？没看到我上了吗？我上了，没人来帮忙的吗？对面都给我打剩残血了，你们不来，坑，一个两个都是坑。我觉得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这样的。Hello， 请问是周杰伦演唱会的主办方吗？是，您好，请问您是？现在情况是这样，杰伦演唱会的那天呢，我刚好到外地出差，所以通知你们一下，叫杰伦还有所有买票的观众啊，把演唱会搬到那个地方去，这样我方便把场地啊过去，通知你们一下。打王者就是有这种人，他从一开局开始就很坑，非常的菜，一直送，五分钟死了10次。然后当你跟他说，如果你不太会这个英雄没有关系，猥琐发育别浪，等我们经济发育起来了，我们带你飞 ，OK？ 他就会说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等会打完了出去看老子的账号，老子之前什么都会，荣耀王者印记487颗星，你有吗？你还没有资格跟老子说话，可是你菜啊。我觉得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这样的。不好意思先生，你好像算错了。你说我算错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哈佛大学10级毕业证书，数学诺贝尔奖金牌得主。你现在还没资格跟老师说数学。那2+2等于？考试成绩出的时候，只有这几种人。同学们，昨天数学测验的成绩都分下去给你们了，明天要把改正交上来哦。我竟然错了3题。完了，我回去一定给我爸爸打死的。我竟然对了3题，我是天才。昨天考数学，我还以为是考历史呢。每一个班级里面都有这种人。你最近有看错卷的影片吗？很好笑哎。有，我有看那个拍手的。对啊。同学们，现在是自由活动的时间，你们要讲话是可以哈，但是声音小声一点啊，我们不要吵到其他班级的人上课啊。不过最近啊，那个Naruto多，他越出越奇怪。是咯，Naruto的儿子好像做没有事。OK， 全部人都再小声一点，我是说全部人哈，全部人。一箭双雕。